长期以来，三皇炮锤的传人们常会做一种看似打闹的游戏，这就是李尧臣传下来的特殊训练方法。他的目的是提高灵敏性和准确度。这炮锤的准头性嘛，是吧？就是说打打脸，打这边，打这边，就这个力道要脑门、鼻子尖啊，这拍脸，就说这个准头性哈。对，准头性上面的打下边的错，啊，就是同时的，都是一个准头的点。实际上这了一下，对。但是你看，哎，这开的鼻子啊，你看，就说这个准节奏啊。哎，老在这块是要割啊，那这个小鼻子。